是记载比较困难。那听各位有跟大家分享嘛吼，有42种困难。那第一种就是讲，咱第一种是贫穷无知啦，吼，贫穷的人要过生真困难。啊，好贵嘞，做好物啊，做好贵的人嘞，要学到嘛就困难。咱听各位跟咱分享者，今个要跟咱分享的是气命必输啦，顶多有顶难。什么叫做气命必输啦？咱之前甲咱分享过，咱的老人做者，大家拢是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啊，甲咱的道留落来，伫咱的面子家己。咱今后道留收，各位亲戚敢知影？咱敢知影？咱行的如何的道是安怎来？咱行的过去淡薄的时阵，是怎个道？吼，团伙，咱的心理组成。所以咱的迄个献庙的时阵，咱也咧做阵。吼，咱无人破解的时阵，拢会有长老前任、秋老前任、圣老前任、婆老前任，拢会拜这四位老前任。啊，其实心理组成有真侪，为什么要特别把他们点出来？伊是为着过去的淡薄，伫咱大陆的时阵，人讲一贯的就是要人讲地下组织就是要推翻革命。啊，各位前线，你敢是来这要推翻革命？无，恁敢是要来甲政府安落倒的？毋是。咱来遮学的，就是要甲政府安落倒的。毋是，咱大家拢不知拢感觉足好笑，但是过去各位前线，咱解说拢无效。咱解说安怎讲，拢无人要听。啊，就是亮起来，一个就是清彩，清彩亮就是清彩。那么过去咱的第一位是吼清彩，就是咱的圣陶宾老前任，吼，伊就是为着要甲道传来到咱台湾。所以咧，伊开始咧掠的时阵叫做官客，过去叫官炮啦，官啦，就是官府的官啦，就是过去政府就是，感觉咱就是要甲政府下落倒的地下组织，咱就是不坏啦，感觉咱拢来遮就是咧密谋，要甲政府下落倒。伊这个过程当中，变成咱的一贯道拢互误会，拢互掠，啊，就是掠已经掠几摆啊，伊讲要掠要掠，伊就逃，伊就逃。爱出来，啊！迄阵哦，咱的圣老领导前任，咱的圣老前任就对啊，吼，咱的前圣圣吼，圣老前任伊就从啊走，全部的拢走，就是跑，每个人都跑。我是安尼写吼，我是刚刚有一点，即摆拢有一点安尼，可能我后面刚听真正，你唔难怀疑，有哪会怀疑家己写的？会怀疑写出来是对啦，对，有些嘛会讲唔对吼。各位前线爱讲对啦，平安是各位前线，我前老公有咧个指正一下吼，有真正有嘛迄种卡关安尼，迄真正人讲关卡关就是安尼。然后从啊开始咧掠，爱就开始走，所有老千拢开始走，拢开始投人就对，开始投人。结果伊就发布，伊发布一个指令讲，恁吼若无出来，我真已经甲恁一句。即群爱上者，各位亲戚，恁进车全部的人伫遮，全部拢互我掠起来，拢关伫个夹角内面，拢关伫夹角哦。啊，你才会足惊，足惊吼，惊安怎？惊人变变啊！但是，咱会惊死啊！各位亲戚会惊死无？会咯，咱会惊死哦！各位亲戚，咱是惊哦，咱是惊到哦，足惊。啊，咱的圣陶宾老前任就惊，咱的张老前任、张武成老前任就惊，咱的邱洪武、邱老前任就惊，所以咱讲张邱圣嘛吼，咱后面写了不要紧，按顺序是这样，因为道子是张邱圣吼，但是第一位殉道的，第一位是吼千载闻名，人讲。开头各五万用的，就是咱的圣陶宾老前任第一位。安怎讲？因为料够侪，咱拢互掠起来，几百个命。伊就讲，只要你出来，伊就发布通知你嘛，通知你嘛。只要你出来，只要咱的圣陶前任出来，你来投案，我只拢甲你放互你走。各位前线，恁够希望圣陶前任来救咱？咱坦白讲啦，就遐嘛讲心肝。趁到前任一定出来，但是我无关伫遐，我的囝佫细汉，
我爱搁饲囝嘞，搁前生你家想着，你爱搁有囝，啊是你会想我远啊，你都还袂穿嘞呢，啊，我爱钱还袂赚饱的，咱人一般人会安怎？是啊，最惊死的，足惊的，里面的钱钱嘛足多。但是迄阵的前线，大家拢无去吗？剩老前人一道啊，因为咱若想各位前线，咱今仔有只好的，就有只事情会当传落去。咱大家拢足有心好啊，咱是一爱传道，传道有人爱来度人，啊度人爱有代理的灵书无？爱有点传书无？啊，你若无点传书，当点哪传落去？各位前线，咱到上过这有无？咱就安尼讲好啊。生命这道地动，生命到有足重要。你有看华人地动，遐个人，到有搁走入去，遐已经倒落啊。到有搁想要搁走入去，无人敢走入去啊。拄好一个老师讲要救伊个猫仔走入去，伊嘛是要救伊啊。结果伊人地死，伊个猫仔无死。啊，所以讲有时啊，人个目睭咧看，咱人个意识，你咧算个。交上天的神明带同款，无同呢。你的车子一算，跟上天的车子一算，各前显是不一样的。你看到的，咱看到是一个结果。我哪会安尼？上天看是一个因，咱过去迄个因造来迄个果。所以人讲有道行因，谁去拢行一因啊？啊，咱拢安怎？咱拢行是受迄个果。咱拢吼因造哦，因教哦，因讲哦。啊，无惊无去，甲是，咱拢惊无去，见迄个贪的，啊，佛陀是伊就是惊，因为迄个贪的招来迄个啥无好贪的结果。修行啊，足重要，咱爱知影咱是伫修，修的行是对咱的生命，咱头拄仔讲的，咱爱做一个在世的心生，在世的圣贤。拄仔歌词敢是安尼写？哦，咱有看三遍，你佫毋捌伊的旋律，你有看伊的音，敢是？重点是在世的圣贤。迄叫做咱的灵气，现场当时洪鼎台先生嘛，就希望圣老前任出来投案。但是圣老前任，伊敢无惊？伊敢有做惊？伊有家己一片的水量来到前线，你望连准咱的老前任，大家拢三米米吼，大家过去拢做好只，后做米的、内部的，后做就是啥物厂的、啥物米、布厂、米厂，佮有就是做生意的啦，反正拢是。生活是讲拢做歹过，各位先生，伊有伊家己的事业，事业要来放下就够简单。各位先生，真叫你拢莫去贪钱，够可能？好可能吼！啊，这就是赞助，各位先生，这就是赞助。咱的无可能，人伊就是有可能。放下放下一切，家己的囝讲，伊要去来投，伊要去伊来投案，伊要来投案是要换遐几百万，换咱就对啦，各位先生。换咱只皇冠的拢往放倒出去，啊过去共产党嘛是真正的啦，伊家己去投案的啦，啊伊去投案迄个过程，伊交伊囝，倒去前线来想，你敢有法度甲你的囝讲我要来死啊？再讲，够唔够？下下大家若讲你的故事，然后总感心有戚戚的，你甲你的囝讲，啊我为着我无爱命啊，你敢做的？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吗？但他做不到，做不到。各位先生，先来做一道，先来做到。伊知影，这个身躯是暂时的，所以咱看到啊，咱的和乐家园讲，咱短短的生命离开这人世间，敢是？啊，咱够有感觉？咱无感觉。地人来够感觉？地人来都有感觉。风拍土石流，大海下来，够有感觉？你着有感觉，你着有感觉，咱像狗去人命。但是咱平常时啊，来抬一只狗遐，够有感觉？落袂着，搁甲落着，够有感觉？不要。各位前线，咱的命伫业力的当中，就是像遮简单。伊要甲咱落着，就是落着。你敢要互你伫遐讲，慢者，慢者，伊只头啊堵落去，伊喊慢者，伊搁喊甲骚声。你敢听到？所以咱讲过去，圣头领导前任，伊就从阿尼家己的宗教讲，咱伊一世人会当伊一个人去换遮济人的生命，感觉伊感觉做有艰难，伊叫做艰难。伊就从阿尼去，
啊去浅山的迄一日哦，大家拢暗暗的，拢安尼，拢对入边啊，拢安尼甲伊扶持，因为阿金车嘛要去遐浅山，啊安尼天要浅山的当下吼，安尼人讲啥，迄真正是迄落迄落天很雷雷公信啊，安尼一直像有完成安尼，一直安尼雷公信啊，一直伊就伊就，啊伊浅山的时阵，伊就回过头。大家咧甲送伊，回过头来讲，伊就甲华哥伊就请，哈，我抬头称赞，哦，咱大家我先等啊，明天再见。啊，就因遐呢，后壁张老先生、邱老先生，佫有足侪咱的新义主席，你知影名的新，足侪后天番厝的亲戚，因就是拢相依，请比沙土教人还乡。啊，为着重点就是啥？放弃这个肉体，把这个道传下去，搁较肥量就要甲道传下来。各位先生，你真好，感觉你真求着这个道做朋友。拢求着道啊嘛吼，哪袂求着道嘞？你爱紧把握哦，因为这个道你若无握无定，你唔知影你后一世出世搁要为倒去哦。是安那咱的应该出现，因会当放弃伊的生命，讲化死而死，而且搁是。足飘飘的，拢袂惊吓。地动来是毋是？大家紧走。伊地动来，伊毋惊。伊毋惊，毋是人讲的妄胆，伊是知影伊即世人，伊用即短短生命，伊求的刀，伊甲刀保护条的，互咱即各位亲戚，咱伫台湾一块宝岛，有刀通求，咱是足幸福的，咱也足感恩的，咱也感谢伊拍互我感谢。咱来讨下声，好想要甲各位亲戚报告。今仔咱要分享的咱这句话：性命必死啦，性命必死嘛。对着咱的新义主席，敢有人？有人啊，所以伊必圣贤啊嘛。但是，所以有道甲咱讲哦，性命必死啊，的重点是咧讲啥？咱人活的在世，一定爱有目标。爱知影，无常随时到。有时啊，不是你讲你想要活就会当活。各位先生，咱甲想，咱若看到迄新闻咧讲，即道去花莲后佚佗个啦，后度假做工课啦，用红石啊山崩地裂的时阵，山崩地裂安尼崩落来，伊敢会讲我唔爱死？敢有？敢会使？会使呢？啊，咱敢知影车子算来，咱手出出来，出到悬悬。哎，掐指一算来，试看卖啊，用你的骨头无去试你的迄落第二再第三再第四再来试看卖啊，来试试的，哦好啊，来办起来。啊，你搁有偌久会等我？你总啊想爱试，我较知啊，我较知啊，各位亲戚我较知，但是我唔知状况其他，咱起码无啥物都会当寻到，各位亲戚，迄叫做一时一物，拄啊去想迄个物。啊，咱即你讲莫去哦，因为来信一罐刀，甲即个宝贵的刀会当互人脱离生死。各位亲戚，咱来想，咱是安奈甲刀搁保护较好个人，保护好个人，因为刀会当脱离苦海。你真求着刀是会当互你脱离苦海，各位亲戚，咱敢知？咱会当预灾，咱会当预灾消灾，啊会当互咱个灾。人最大的灾不是死。人上大的灾难是死，人上大的灾难是这个内面生活结束。啥物叫结束？来，给咱分享一下。你看昨天去参加多好，坐飞机，多坐个大车，啊，开个车顶吼，啊，即摆开个开车是开车就变丢未？啊，即摆开始开车，而且开车等阮时间个，着厝啊足大个，搁完倒转来，啊，着甲遐讲要定啊坐个边啊，甲伊做指挥。啊，好像真正是专业指挥。回头未加火，各位亲戚，你敢知？专业指挥敢听有？回头未加火，啊！伊即摆开就哭出来。我就是咱袂了咧搞，你当咧学，你坐边啊，我较安心。叫你坐边啊，伊甲我骂规路，我感觉我有够惊死。你坐边啊，伊甲我讲规路。各位亲戚，后续咧，伊那徛伫遮，甲大家分享，会不会大家觉得哦，这个人好像修得很好的？我随时啊，咱乌家己参巴出来给大家大笑一笑。咱有迄个脾气甲毛病，
啊，后下是真正要来甲骂咱的总经，咱是因为安那紧张，想要紧甲伊讲，想要紧甲教下。各位先生，咱对咱家己的囡仔有安尼无？因为伊要学教下，啊去教下下，啊你着安怎？气噗噗，下下，你着动袂调，下下。嗯嗯。啊安尼，教有较好。有遐个囡仔身条，有遐个互动还不错，也安尼甲人讲。啊，有的囡仔较袂甲人讲，有的个性就听不起我来啊。我唔爱讲，我甲你讲，拢爱互你骂，我干脆卖讲。各位先生，可乐的家庭，咱开头我前两话叫可乐家庭，是要甲咱志工老师甲咱指掉。咱来有足侪歌词，咱拢袂晓唱，但是重点有一拍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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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有一记一段，袂晓唱袂要紧，但是会晓对咧啥？对咧啦。正确的啊，要对咧啦，那个对咧啦，和弦，你也要和它的调，伊不要了许有哈个是叫和不拍死，有哈个人不拍死，还慢慢紧张。啊，无你想着讲你的心情，啊，家己爱检讨。各位同学，敢是安尼？是哦，敢是安尼？是吧？是啊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是，但是也要因缘怎样掌握在你的手上。各位同学，和乐家庭一个趣闻，你敢要相信？你的一句好的话，你的囡仔会听；你的一句好的鼓励，你的囡仔会搁交你互动，会交你和弦。协调，你的和乐家庭有无？你若常常要用家己的想法去做主，去感动，去感爱，安尼敢会和乐家庭？啊，咱出来运动，咱就是在学这個，所以咱咧讲气势名啊，必输啦，唔是咧讲，各位先生，唔是咧讲，甲咱的死人，白硬讲啊，我甲阮囝袂好，我来试试的啦，我来试试的啦，反正运动讲哦，就是气名必输。我就爱好啊，我啥我就来死啊，我拢用死甲你毁了啊，对不对？是安尼吧？你什么叫气命必输啦？气什么命？气你介意人讲我，互你这个囡仔安怎？什么老命？气甲安怎？气心老命，各位先生，气心老命，讲伊要哪讲？气心如命啊！吼，咱老婆生讲，不要翻译叫做气心。你个心气啊，啊个命太多安尼啊，气心如命啊！啊，有时啊真正是气心如命，迄个气心如命，迄个情绪，迄叫做情绪，各位先生教我嘿，迄个情绪爱甲去掉，啊是着咱是着用讲的，气脾气，改毛病，咱拢讲这六字够不简单，迄江苏白话就是讲啦，咱今仔咱的迄个中央的武功。你就是爱去行，你家己就是爱去安那去执行，去印证，去印证你在道场学的每一件事。什么叫印证？提回来厝做实验。各位前线，你难得你伫遮听听听真好啊，会豆腐食食啊，回去厝阁气心如命，安尼就可怜啊！各位前线，安尼人的囡仔才会肯定咱，你咱来参加修行这条路，敢会？第二，你不但无法度甲圣陶宾老前人，伊真正是甲伊的名写出去，甲咱保卫的当，咱无法度甲当，早传去咱的家庭，互咱的家庭做伙来认同，做伙来修行，甲这个当较无着，咱搁互咱的厝边隔壁，咱的厝里人的囡仔讲，啊，迄厝边隔壁，我一工干名咧骂囡仔，哦，啊，迄迄落囡仔一工干讲，啊，迄拢去运动，迄拢无效。各位先生，咱若修行修到有这个声，咱爱检讨，咱敢爱检讨，好，爱检讨，大家好，好吧，代表。知错能改，后壁迄句。善莫大焉。对，善莫大焉呐。这嘛是一个圣贤会当做的哦。我知影我唔对啊，我真听到这唔对的道理，我倒来开始改，会使无？爱甲家己鼓励，讲我开始。我轻声细说，啊，咱也大声话，咱就细声语。啊，敢做会到？开始笑，哈哈哈，较要讲啊。啊，这
就是脾气毛病，各位前贤，这就是佛陀在甲咱讲的，气命必死人啊，就是讲你，互你吃亏一直吃亏，你拢无占着便宜，你拢无去做着，讲我是妈妈，我无做人大家，我无做人头家，我迄个烦拢无掠出来，就当命。各位前贤，有人无？如果你会当手插到一个手甲变，听我的。你若无去安尼做，你会感觉足困难。啊，这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那个人伫后边，后边迄句叫讲，颠倒颠倒，得无佛前来，就是讲，咱要真正去看到咱过去生命，咱的功德道无来，这个经历有足困难无？够足困难，多浅显。西游听过，来了解唐三藏嘛吼，啊实际真正有这个人叫玄奘法师，伊毋是故事尔，当然伊的故事内面的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悟净，这是虚构的，但是伊虚构的这三个人物是啥，大家知，拢是咱玄奘法师的内在的脾气毛病。伊特别经的过程当中，伊生出孙悟空，孙悟空有落吃了两件代志。哦，《西游记》规部的《西游记》，敢若共咱的迄个啥唐三藏讲甲像个啊，拍蛋拍蛋个是，敢若歹人妖精、蜘蛛精，不管啥物精，要甲你啊，要甲食，伊拢讲，然后对伊，拢讲爱原谅伊。敢有看甲像个唐三藏做无能个？不是，迄、那个无能个就是要甲讲，咱迄个自性不生不灭，就是无生好，无生歹，就是像唐三藏《西游记》咧讲，伊就是讲咱个本性。啊，孙悟空在讲的就是啥？咱迄个足巧的心、识时的心，就是你看啥拢看。我这吼食过的啥？人讲盐啦，有啥物路？食过的盐比你行过的路更加多，安尼讲较对。哦，啊，出在出在是这样吼。咱讲的盐，咱叫做啥？叫识时，就是你很聪明啊。各位前贤，你有巧无？足巧，上巧。所以人讲戆的，人人拢甲咱骂，啊！你搁莫坐遐戆神啊啦，戆戆的做神啊巧，哦，一面巧鬼，啊做巧鬼。所以咱等一下吼，咱来去，咱来定定暗时啊，咱拢在读经，啊读经的内容，你会讲啊，都读迄读过就好啊，啊常常读迄毋捌读过。各位前贤，若会晓，敢莫搁学？会晓，你搁学，你才感觉有意思。无错，所以咱人人讲。食到老爱安那，爱学到老，所以这头壳较袂晓动哦，较袂晓痴呆。所以咱定定学，定学经典，人若要读无外紧，你咧听。像咱头拄仔咧听迄歌，你敢会晓唱？你讲袂晓，但是你头拄仔有听着无？头拄仔讲的，你会晓拉拉拉对咧拉无？你嘛会晓对咧拉，为什么？你就会共同同调。好，那么咱今仔嘛同款哦，我们一样，我们有准备。咱顶个月有人讲，咱来请咱的迄个我们的福田统回去，对不对？咱来累积，咱来甲咱的贫穷去贫嘛。咱逐工拢一箍去贫，拢两箍去贫，甲咱的善脾气毛病甲落去，甲咱的心念，甲咱心内面的孙悟空，甲咱心内面的八戒，好吃懒做，甲咱心内面的三毛精，迄种安尼戆戆，迄种戆戆，迄种安尼不明明白无巧的心，拢甲消除。甲咱对世的无明业障，简单讲就是业报。咱即世人的条命拢是过去生做的业报。各位亲像有理解？你真会好个，会善只，会健康无健康，会过了顺无顺，拢是咱过去的业报。咱敢有相信？咱第一个甲咱讲哦，第一个哦，咱的修行的出师必要第一段，要修行一定爱必明明过，啊那无你是无法度。吼、哦，所以咱等一下，咱过去，咱的领导拢爱甲咱讲，咱爱少掉点贫穷，去贫去贫。咱同款，咱逐个月来爱去甲咱的迄个福田铺嘛，迄、那个里里落落的都爱去替人，敢知？爱会记的，甲咱的善消出来，甲咱的无健康，甲咱的过去一切那一个要消出来。所以待会咱嘛会去甲咱的福田铺拿出来，然后我们现在先。准备一下福田桶，然后还有弥勒，弥勒救苦真经帮我们先发一下，因为我们要一样哈、哦，我们每个月来都要诵经回向给我们咱的救贤亲祖，甲咱的关心济主。即道吼，甲停下，甲大家报告一下，咱的法会吼，咱现场嘛参加法会的几位吼，因拢有一个吼，伊是妈祖的妻啊，
伊是妈祖的医生，啊，伊很心酸话讲，伊吼来来上班，伊拢看大家拢安尼啊困啊，伊讲吼足恐怖，伊拢坐伫遐拢有较担，因为生物在讲老师拢来坐伫边仔过来。各位亲戚，咱今日只在讲老师嘛拢过来，咱的救护七组嘛拢过来，伫遮上班。啊，你有详细听，你听有听，你做会出来。你的救护七组迄位电话啊吼，足大钱的，啊伊呢？规个人的状况拢足好个，啊，若无吼，伊迄类电话拢爱连连是始终听哦。各位亲戚，咱的九重七组拢过咱的听哦，不要怀疑。